在这一边它要我们 solve the following 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。在这一边，这个是我 equation one，这个是 equation two，这个是 equation three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分母是二跟三，它就乘六、乘六、乘六。然后这一个我乘四、乘四、乘四，这个也乘六、乘六、乘六。So 我们在这一边呢，我们要乘它分母的 LCM。所以我的二跟三的 LCM 是六，四跟二的 LCM 是四，三跟六的 LCM 是六。所以我这样乘的时候呢，我就等于这个变成三，这个月变成二，OK。然后你看，我用不同的颜色来比较清楚。一个是三，这个是二，四月二，66月二，OK。所以在这一边呢，它就会变成三 x 加二 y 等于这一个32乘6，然后我拿到的是二。然后过后呢，这一个我拿到的是 y，OK，y 加2z 等于24乘4，24乘4，然后我拿到的是96，OK。然后我这一边我特意这样写，让我的 x 跟 x 在一起，y 跟 y 在一起，z 跟 z 在一起，然后这一个它会变成 x 加2z，然后会是等于那个什么62120，OK，好，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就有434，OK，它没有办法很漂亮的做，所以这一边我其实可以直接检查我的答案了，我的 mod，然后五跟第二个 three unknown，三等于二等于零等于192等于零等于一等于二等于96等于，然后一等于零等于二等于120等于再等于48 24 36 48 24 36 OK 好，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其实它不难的，这一个是 equation 四，这个是 equation 五，这个是 equation 六，然后 from equation 六我拿到的是这个搬过去，我的 x 会是等于120减 2z，然后这个是 equation 七。然后我 sub 我的 equation t into 我的 equation 四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三过后120减 2z，然后加 2y 等于192。OK，我其实是拿我的这一个 x 放进这一点里面，然后我就会变成了那个360减 6z 加 2y 等于192。OK，so 在这一边呢，我就有2y 减 6z 等于192减360，192减360，192减360，然后我拿到的是减168，减168，这个是我的 equation 八。然后我 from 我的 equation 五，我拿到那个y 会是等于96减 2z，这一个变成 equation 九。sub 我的 equation 九 into 我的 equation 八的时候，我就有二挂五96减 2z 减 6z 等于减168，所以96乘2的时候，我拿到的是192减 4z 减 6z 等于减168，然后减 10z 等于这一个减过去，减168减192，就减168减192。然后它就会变成减360减360，所以我的 z 会是等于减360除减10，然后我拿到的是 z 等于36。So z 等于36的时候呢，我就可以 sub 进这一个 equation 5里面，我 sub 我的 z 等于36 into equation 9，OK，into equation 9，然后我的 y 等于96减2乘36，OK，96减2乘36，然后我拿到的是24，所以我的 y 会是等于24，然后我再 sub 我的 y 等于24，into 我的 z 等于36，z 等于36，OK，into 那一个 equation 里面，
我的 x 会是等于120减2乘 36， OK， 120减2乘36，然后我拿到的是48，所以在这一边我就可以拿到 x 等于48，然后那个 x 等于 48，y 等于 24，z 等于36，这一个就是我的答案了，这一个就是我最后的答案， OK， 好。然后我这一边其实我的这一个刚刚这一个sub 进y 里面这一个，然后过后呢我接着的是我的这一个z 等于36， OK， 我放进这一个 z 里面，还有放进这一个 z 里面，这样 OK。